看到我手上抓的这个鱼，这个鱼叫做鹅青。但不是阮查囝爱食嘞，大家爱吃。好，可以看到我手上抓的这一条啊，叫做灰兜哈、哦、啊，这种灰兜的话，它虽然肉薄薄的，但是它用煎的啦、红烧啦、清蒸、煮汤都很好吃啊。有来到渔港的话哈、啊，加上它价格也不会贵了哈、哦、啊，有在菜市场啦、渔港啊看到它啊，可以买一点回去吃啊，这种鱼肉子还不错吃哈、哦、啊，蛮甜的哈、哦、啊。不错吃的哈、哦、啊，肉质也蛮香的。那可以在渔港那边有看到的话，可以买一些回去吃看吃看看哦。OK。这个好，可以看到我手上抓的哈、哦，这个叫小驼兔哈、哦、啊，中文名叫做康氏马家村哈、哦、啊，就是最近东北季风开始了哈、哦，然后定制网他们都会去捕到这种。啊，驼兔哈、哦，康氏马家村，那、啊、这种驼兔的话，用红烧，哦，用清煎的，哦，啊，还有那个生鱼片都很好吃哈、哦。然后我们这边的驼兔肉质都还不错，还不错吃哈、哦。有看到在渔港看到的话，可以买一些回去吃看看哈、哦。这肉质还不错哈，驼兔哈，看清楚了，它的条纹是直的哈。哦直的像闪电纹一样哈、哦、不是一大块的哦，一大块的就是九条啊，那个就不一样哦哈、哦、OK， 可以买，可以注意看到、哦、它头嘴巴更尖哈、哦、好，它纹路更漂亮哈、哦、这个就是驼兔 OK。
机个机，啊，天你平躺落，哎呀，颠你，他们水个平落，不嘞不嘞，你也想叫啊，钓鱼，没有啊，我平躺落乌的嘛。好，可以看到哈，我手上抓的这个叫做北巴嘎哈，这个啊，中文名应该叫做台湾马家村，这种北巴嘎肉质很好吃哈，已经蛮多年这边哈很少见这种北巴嘎，现在今天他们这渔民抓的蛮多北巴嘎，如果有来到这边的话哈，可以买一些回去吃。用肉质很好吃，切斜片，肉质非常细腻，好吃哈、哦。好，这个叫北巴嘎，哦啊，这个叫做马家卷，那个卷啊，这啊这个叫这个肉质跟这个肉质虽然两个长得很像，但它肉质有差。哦、OK， 好，好，这个肉质好吃，北巴嘎比较好吃。好，可以看到我手上抓的这个鱼，这个鱼叫做乌青哈，啊黑鲳啊，这种鱼哈，啊这种现捞的乌青很好吃哦哈、啊。我们这南方啊，刚刚才抓回来的这种乌青，那、啊、你这种乌青，你只要用红烧的，一样红烧的，或者油煎，就非常非常的好吃，非常好吃哈、啊。这种很新鲜啊，不会贵啊，也而且很好吃哈、哦。有来到南方澳这边，有看到人家有卖黑鲳的话，可以买几条回去吃看看。这种黑鲳啊，煎一煎不肉质不输白鲳，很好吃哦哈、哦。它叫黑鲳和乌青，哦啊，它肉质真的不输白鲳，煎一煎红烧很好吃。好。然后可以看到我手上抓的这条鱼啊，台语叫做铁甲哈，铁甲啊，然后中文名叫做大甲鳝啊，大甲烧哈、哦，大甲烧啊，这种鱼的话，你用红烧的啦，用煎的啦哈、哦，啊，煮汤都很好吃哈、哦，尤其那种高雄那边的人哈、哦，很喜欢用那个咸菜梗去煮姜丝汤，好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哈、哦，而且这种鱼肉质还不错。比较结实一点哈，差不多算青鱼的那一类的鱼种哈，肉质吃起来很好吃，啊，煮汤、煎的、红烧，没有鱼腥味，也没有鞍刺。有来到南方澳啊，看到这种鱼可以买一条回去吃看看，很棒。它叫做铁甲，哦，因为它的这个尾甲深哈，会比较尾甲这个哈比较多一点哈，所以叫做铁甲，很好吃，真的不错哈。OK。现在加水了，哎呀！你打边慢慢打几条？还可以。哎呀，这不错。那边看有没有？那边看有没有？北巴嘎套，北巴嘎套尾甲针呐。参参做一个。这块都往回，这块没有的。这干面啊。这是什么鱼？这个是北巴嘎。